简直，是你！回应啊！出大事了！怎么了？这是皇帝的密旨，你看过后就明白了。哎，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，而且事态是万分严峻。皇帝下旨，命左右龙武卫主力开赴边境，战争一触即发呀！简直啊！ 此乃不明不治之举，你身为宰辅，为何不见？哎呀，幻英兄，若不是我和李昌赫在圣上面前据理力争，现在两国战事已起呀！哎，而今龙颜震怒，什么话都听不进去，我这才想出这个办法，请皇上将此事交付于你处置。他这才勉强答应啊。 一旦突厥卷入战争，那后果可是不堪设想的。突厥自高昌燕起，东至大海，西达大漠，北临波斯，国力强盛，军容壮大，非契丹可比。一旦参战，势必爆发北地的全面战争，大规模主力会战在所难免。 战火所致，生灵涂炭，黎民遭灾，大军调动，轮输转运，国力耗损，府库虚竭，朝廷势必以重负争天下银钱。一旦国内变乱，根本动摇。
那就是内忧外患，我大周的天下可就摇摇欲坠了。坏英雄，事到如今要想个办法呀，否则事情便一发不可收拾了。像幽州案时，我们花费了那么大的心血才促成了两国的和议，和平来之不易呀。可是眼下眼看着我们多年的心血就要毁于一旦，这怎么能够令人甘心？坏英雄，如今误会已经产生，如不尽快澄清，两国便将重燃战火呀。十年前，宰相宗楚客接受了突厥将军终结贿赂的700两黄金，请他在朝中作为内应，于是宗楚客便私自遣人传旨，造成了梭格的误会，公然起兵攻打幽州，战争长达5年之久，前车之鉴难道还不足以为戒吗？简直啊，宗楚客的历史绝对不能在你我的手中重演。这样吧，我立刻启程赶往突厥，你马上回到京城，力劝皇上一定要等我的消息。另外严令左右龙五位主将不得浪战。好，我今天就返回京城。朝中之事全靠简直了。千斤重担都落在你身上。坏英雄，你要多多保重啊。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赶紧挖坑道用力，嘿，贾丽跳起来，跳好，哦，好了。大人，元芳啊，形势万分紧急，我必须马上去一趟突厥。出什么事了，大人？朝廷接到了吉利可汗发来的唐报，说是在突厥金山境内发现了赵文慧大军的尸体。皇上怀疑这是吉利可汗与李进忠勾结，将我大军引入突厥而后歼灭。这是一个巨大的阴谋，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什么。伙同契丹将突厥卷入战争，造成北地局势大乱，他们好从中渔利。一旦这个阴谋得逞，战火必将重燃，百姓将遭涂炭。到那个时候，突厥与契丹合兵，不光崇州难保，就连幽州、瀛州、代州、云州也势必将被攻陷。到那个时候，我大周的大门将被彻底摧毁，这真是歹毒之极呀！如果皇帝下旨对突厥用兵，那我们几年前在幽州所付出的一切，大人，百姓这次可又要遭殃了。有我狄仁杰在，就不会让这些佞贼的奸谋得逞。曾太如燕在，张环、李朗、杨方、人阔在，你们马上收拾东西，随我去突厥。是，叔父。您真的要带我去吗？赶快去收拾东西吧。好的。大人，此去突厥艰险异常，还是让我陪您一起去吧。哎，你的伤还没好，还是安心养伤吧。啊，这里的一切全都交给你了。大人，你放心吧。去吧。大人，大汗呐，我走之后，你要好好的听狄春的话，不可胡闹啊！你要走啊？是啊。那还回来吗？
当然回来了，早点回来啊。狄春呐，啊，在，你要照顾好大汗。放心吧，老爷。是在附近吗？正是，就在前面，不远了。好，走。上。来，快去报信。好，大臣入帐，大将军到了。将军，我是达拉哈，尔勒将军在吗？正在营中。前面引路。是。将军这边请，请。看到了吗？这是一座空营。正是。将军小心。大将军，哈尔勒将军就在帐中。大将军，别来无恙。哈尔勒将军，你的鹰师呢？哼，大将军。我今天特意在这等你，是想和你谈一谈。哦，谈什么？当然谈谈我们的新可汗。什么？新可汗？不错。你指的不会是莫彻太子吧？正是。大胆哈尔勒，吉利可汗对你有天高地厚之恩，你竟然说出这种大逆不道的话来，真是舍忠柴姓，忘恩负义。罪该处死。大将军不必激动，请听我说。吉利可汗对我是很好，可是他太软弱了。我们突厥人是雄师，可他却要我们做温顺的绵羊。他对大周一味的委曲求全，奴颜婢膝，丧尽了我们突厥男儿的血性。其实各军将领对他已十分的不满，而莫绰殿下英勇善战，深得军心。大将军，听我好言相劝，不如归顺莫绰殿下，我保你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你给我住嘴！你这个阴险的小人，串谋莫绰，竟做出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，还有脸在本将军面前出言不逊，煽动造反，企图加害吉利可汗，真是可恶至极。我问你，是不是你私自出兵歼灭了赵文慧的借道大军？正是。好，今天本将军要将你擒回十国，面见吉利可汗领罪。来人，将哈尔勒给我拿下。哼，大将军，你以为他们会听你的吗？你们还等什么？还不将他给我拿下？大将军，您就醒醒吧，我们早就归顺莫绰太子了。你们，大将军，你以为自己为什么能够到这里？啊，这都是莫绰殿下的计策，将你诱到此地。听我好言相劝，交出可汗金皮大令，归顺莫绰殿下，否则此处便是你的葬身之地。将军。莫绰殿下神机妙算，金皮令已到手。看来我们要加紧行动了。你立刻赶回十国，向吉利可汗禀报。记住，一定要稳住他。是。哈日勒在，是时候了。过几天，你就可以将英师带回，而后慢慢向十国靠近。是。我要马上命人持令，调集暴师向十国靠拢。我想。也就十天之内，我那个软弱的父亲就要。只要吉利可汗一死，你马上率虎师直取幽州、瀛州、云州和代州，
我立刻命人传信给契丹李进忠，让他率大军逼近崇州，先将崇州围困起来。一旦莫绰殿下的大军发动，崇州立刻内外并举，先取崇州，再克代州。这样，边境的所有大门便都向我们敞开，关内就变成了一块唾手可得的肥肉了。到时候我们三方各取所需。这真是一个天衣无缝的妙计。但是有一点，对狄仁杰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，否则有可能会功亏一篑。我早就听我父亲说起过他，我就不信他有那么神。只要他敢来突厥，我就让他变成一具尸体。不要小看狄仁杰，否则我们会重蹈幽州的覆辙。你看什么呢？小点声。大汗，今天晚上肯定有动静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一定不要叫喊，听到了吗？哦，躺下吧。哦。老爷，您没走啊？走，老爷。好吧，让我们看一看你的真面目吧。老爷，就是他，几次三番要刺杀大汗，今天终于被咱们给抓住了。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张环李郎在，在。把王铁汉和吴大汉带下去。是。走。走。好。老爷。你跟了我有十几年了吧？正是。好吧，今天我给大家讲个故事，听完了这个故事，大家就会明白了。
一年之前，在洛阳，狄春上街替我办事。有事吗？你叫狄春吗？正是，阁下是？请跟我们走一趟。去哪儿啊？别问那么多，到了你就知道了。哎，干什么？带走，走走。自那之后，连续一个多月，狄春没有任何消息。我派人四处打探，最后才知道，狄春是被内卫府抓走了，于是我让元芳拿着我的帖子到内卫府要人。不错，我到了内卫府，接待我的是一个女人，名叫萧清芳，是内卫府的大阁令，官称萧将军。李将军，我们大阁领萧将军来了。哦，李将军。萧将军，啊，真是没有想到，大名鼎鼎的萧将军竟然是位女子。李将军过誉了。哦，李将军，事情我已经知道了。刚才我查完下属，他们支支吾吾的道出了真伪，说是抓错人了。抓错人了？正是，同名同姓，又没认清长相，实在是抱歉，请您回去上复狄大人，此事确是内卫之过，望他见谅。那狄春现在何处？请您放心，李将军，我们马上放人。多谢。小心一点。李将军，谢谢你。这些内卫真是岂有此理，怎么把人打成这样？他们拿热油灌进我的嗓子，还用烙铁烙我的前胸和后背，非要我交代私通契丹的事儿。契丹？正是，小的就是编也编不出来呀、啊。真是无法无天，我要到皇帝那儿去告他。走。就这样，狄春回到了我们身边。可是我和大人都发现，他有一个巨大的变化，那就是嗓音非常沙哑，而且说话的语调也变了。是啊，当时我问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他说内卫用热油灌进了他的嗓子，他感觉整个脖子都要融化了，从那以后就再也发不出声音来。我说的不错吧？你是这样对我说的吗？正是。起初我们并没有怀疑，觉得他受了这么重的刑罚，吃了那么大的苦头，有些变化也是合理的。虽然如此，我仍然隐隐地感觉到有些奇怪，内卫一向组织严密，行事严谨，怎么会无缘无故地抓错人呢？但当时想了想，内卫们也确实没有理由欺骗我。然而我没有想到的是，从那个时候起，狄春就已经被换掉了。是被换掉了？恩师，他是假的。正是。那个几次三番要刺杀吴大憨的凶手，不是王铁汉，而是他。什么？是他要刺杀吴大憨？老爷，你在说什么？我不明白。你不明白？好啊，等我说完了，大家就都明白了。这个假狄春在我的身边待了三个多月，我感到事情有些不对，因为假的就是假的，总会露出很多破绽。本来他们想得很好，让我先见到一个受了重伤的狄春，既然受了重伤，就有很多东西和从前的那个狄春不一样。
他们想的是我会逐渐地适应这个假狄春，但是他们恰恰地忽略了一点，狄春不仅是我的管家，还是很多机密的收藏者。可以说我断过的每一桩案子他的心里都清清楚楚。于是几次不经意的谈话，我发现他对我提出的问题经常是难以回答，或者说他忘记了。虽然当时他掩饰得很好，但是我还是开始怀疑他了。我以为自己已经做得天衣无缝了，没想到还是露出了马脚。你总是这么愚蠢的自信，你知道吗？在贺兰山的石洞里营救李凯故事，我就听出了你的声音。那个扮成李凯故的杀手就是他。正是。这个狗贼，早晚有一天我叫你死在我的手里。从此以后我和元芳对你就更加留意，果然你露出的破绽越来越多了，最终我断定你是个假狄春。然而我并没有揭穿你，因为一旦将你揭穿，真狄春的生命马上就会遇到危险。第二，当时我百思不得其解，那位府为何要无缘无故地换掉狄春，他们到底想做什么呢？于是你在我身边待了一年多，我始终隐忍不言，直到在东柳林镇你放走了那些信鸽。当时你放飞信鸽招来杀手，其实并不是要对付我，你的目的是吴大憨。在此之前我并没有把这个假狄春和崇州案联系起来，但是你的这次出手终于使我明白了你为什么要卧底在我的身边。为什么？他们需要内线，可以随时报告我的动向。这些人都是幽州案时的老对手，对我推理断案的能力非常忌惮，而且他们心里很清楚，只要发生这样的大案，皇帝一定会交由我来处置。因此在他们计划这个巨大阴谋的同时，如何对付我就已经在他们的考虑之列。恩师，您的意思是说他们在一年之前就想好了如何对付您？恐怕还要早啊。我想这是他们基于幽州案时得到的教训而来。当时虎敬辉潜伏在我的身边，很快就被挖了出来，于是他们得到了一个结论，那就是新晋之人很容易被发现，如果想卧底成功就必须伴走我身边的熟人。元芳他们很难对付，而曾泰又时常不在我的身边，所以他们就选中了狄春。计划精巧到这个份上都能够
要被识破，我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对付得了你。你知道吗？想要对付大人，只有三个字：说实话。自从那个吴大憨来到了我的身边，我就发现你对他非常感兴趣。无独有偶，当天晚上我就在东跨院发现了一些可疑的迹象。事后我仔细模拟推断了一下当时的情形，终于得到了一个结论：吴大憨在房中被袭击，浑身是血地逃出了自己的房间。事之后，我断定这个吴大憨的身份定然是非同寻常，而且前来刺杀他的凶手，最有可能的就是这个贾迪春，因为只有他距离大憨最近。于是，我暗中命王铁汉监视吴大憨的房间，并保护他的安全。果然，在王孝杰投奔契丹的那个晚上，你再一次出手了，可这一次你却被大憨射伤。当夜铁汉向我禀报，为了彻底弄清事情的真相，我故意让你搬去与大憨同住。果然在当天夜里，哎，大憨，快来帮忙啊。你怎么来了？啊，这两天府里的房子有些紧张，我搬来和你一起住。好，紧张，紧张。大汉，你怎么哭了？我没哭，没哭。你脸上还有泪痕呢。困了，困了，困了，早点睡吧。啊，哎，早点睡。大汉，啊，大汉呢？哦，啊，哦，铁汉呢？听说你搬到大汉屋来住了。啊，是老爷吩咐的。哦，我从平山西澳回来，铁汉就向我禀报了此事，于是我便和元芳定下了这个捉贼的计划。这就是整个事件的经过。怎么样，还不想说实话吗？真正的狄春在哪儿？你的主子是谁？你们为什么屡次追杀吴大憨？他到底是什么人？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，却不是最明智的人。哦，那我倒是想听一听。而今李元芳身负重伤，我真的想不出你身边还有谁能够留住我。而且你没有发现吗？在这个距离上，我可以随时杀死你们其中任何一个人。元芳说你自作聪明，真是一点儿也没有说错。小心，小心，叔父。
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。你自作聪明的毛病，最终断送了你自己。这个东西，你应该认识吧？发射无影针的套匣，这是我的好朋友胡金辉送给我的。这门暗器，你应该非常的熟悉。刚刚你与铁汉动手的时候，我用无影针射穿了你全身上下的几处血路。现在你不要说动手杀人，就是想动一动，也有些困难吧？哼。梅花刺青，你真的是那位？啊，那位，那位是什么意思？哎呀，那位是隶属皇帝的秘密机构，小姐就别再问了。现在，让我们看一看你的真面目吧。啊啊！这，你是谁？没有名字，永远是别人的影子。如果愿意的话，就叫我影子吧。我再问你一遍，狄春在哪里？你的主子是谁？吴大汗到底是什么身份？你们为什么屡次追杀于他？想见狄春，到阴曹地府去吧。我既然落入你们的手里，要杀就杀，不必多问了。来人呐！有。将此贼押入大牢之中，由钦差卫队严密看守，任何人不得接近。是。叫吴大汗，当然更不是个傻子。你就是12月22日从崇州城西夜间攀城而进的奸细陈有龙。不错，我是陈有龙。邱大人，在。你捕获的那名奸细陈有龙就是此人吧？回大人，正是此人。陈有龙，你给王小姐带来了什么消息？狄大人，说也是死，不说也是死，我不会透露任何消息给你。你们杀了我吧。大人，卑职审问他的时候，此人也是这种口气。你可能还不知道吧，王小姐已经失败叛逃到契丹去了。好。所以现在继续隐瞒真相已经毫无意义。说吧，你和孙副将银夜会面都说了些什么？我还是刚才那句话，我不会透露任何消息给你们。你们杀了我吧。恩师。哦，张康是这么说的。铁汉呢？在。你把他带下去吧，仍居东跨院中，要严密看护。是，请大人放心。嗯，走吧，快点。大人，这个吴大汗的行为似乎不合逻辑啊。嗯，以我观察，他绝不仅仅是契丹奸细那么简单，他身上肩负着非同寻常的使命。哦，明日我们再访东柳林镇。可汗，
是？可汗同达拉哈将军前去检视英师的巡防队长在牙帐外求见。好，叫他进来。进来吧。可汗。啊，怎么样，哈日勒的英师有什么动静吗？一切正常，没有什么动静。不是说哈日勒的英师在一个月以前移动过吗？啊，大将军询问过哈日勒将军，哈日勒将军说他们是奉了可汗的休整令，从原来的山中大营移师到现在的住所，一个接近水草的营寨，他们从来没有出过边境。那达拉哈将军呢？啊，达拉哈将军和哈日勒将军在边境巡视的时候似乎发现有一些不妥，他让末将先行向可汗回报，他们还在继续调查。是这样，好了，你辛苦了，回去休息吧。是。十国最近的一支豹师已经开拔了，将军七格是我的好兄弟，我准备调这支部队向金山迂回，会同哈日勒的英师包围十国，内外并举，杀死吉利可汗，夺取牙帐，一旦牙帐在我们手中，你就是可汗。没这么简单，我突厥卫下最精锐的三个虎师全部集中在十国附近，凭七格和哈日勒的军力，在虎师面前不堪一击。你放心，过不了多久，虎师就会凋零。不可能，我父亲最亲寻的卫帅就是虎师，绝不可能离开。如果有战争呢？什么？你的意思是？稍安勿躁，我想应该就在这两天。Thank you.
Please subscribe this channel. Below the video, please leave comment, click like and share.